好，虎林总控金辉向，我已经有在紧急洗肾了，那是总控不够好转，恐惊得让我心了。我心，那叫什么掉？敢讲抗生素治疗无起作用？现在该看洗肾的结果是安怎？我心是最后一步，那无恐惊经未过这三天。医生讲，妈一定爱换心，你家己嘛有癌症，无适合管。正常单亲，伊嘛有关关给妈过啊，伊的身体嘛袂堪持。子涵，我一零晴天拢有比对过，嘛拢无符合，到底是要安怎才好啦？哦，拢是万条万一口要受骨啊！要走路，伊家己去走就好啊！啊，偏偏咱的客户吼，缀伊伫咧受苦，无一个安糖尿病变严重，我也是愈想愈气啊！对啦，今日吼问过东俊，敢会使拜托东俊吼来便宜一撮做比对，无得个会比对成功啊？哎，你连拢讲我拢无想到，啊，不过这颗唔正经，根本就不受教，为了家己的利益。什么人都能利用，什么人都能牺牲啦！已经把我跟陈忠雄给赶出去了，我现在说的话，他根本都没在跟我信道。他还有问，总是有机会啊，可安怎说也是自己的阿嬷啊。好啦，我会打电话给他啦。啊，不过，他应该是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本来就是吼，咱几个啊，无得卡会比对成功啦。唉，无想要叫梓潼吼提早转来，看这个办事。啊是吼，打电话给伊吼，较保险啦。啊，那呢，我来打电话给伊。啊，好。我相信梓潼小姐呢是知影做出代志，一定看上来。喂。梓潼小阿姨，我是志汉呐，你怎么跟我方便讲电话？我是如琪啊。如琪，那是你。赵梓潼姐，赶去开会啊，把手机放伫饭店。我只有替伊接电话啊。那呢，你奈无缀伊去开会？就伊爱我处理一寡公事啊，因为台湾那边啊，佮有一寡业务需要记者佮联络啦。就问一下哦，阮梓潼什么时阵会回来啊？应该阁需要两三点钟啦。啊，是讲你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？你会当甲我讲啊，我替你传达。无啦，无啥啦。无拜托你吼，梓潼若回来，你再叫伊马上打电话给阮好唔？好啊。那先安尼，了照顾你家己，拜拜。是啦，梓潼当咧为伊个事业拍拼，啊，这款代志也是爱亲自甲伊讲较好啊。无差些淡薄仔时间，咱看我一时时啊甲伊讲袂要紧啦。嘛是啦，啊，若无哦，梓潼开花，真正讲客户即马有性命的危险，我看迄花哦嘛开袂落去啊。咱嘛是爱体谅少年人的压力啊。讲到这尔有情有义。那恁是安怎？当初恁大家拢不爱体谅我。子健，子健，你回来呀！你是当时出来，你哪拢无甲阮通知呀？啊！我才无遐尼啊讲的，人情冷暖，我感觉阁体会了无够。当初恁是我尼啊去嫌我，我互人掠去关的时阵，恁是欢喜甲伫要开 party 来庆祝。我即摆甲恁通知是要创啥？恁是不是想要听我交保的时阵，找人去等我，给我歹看？歹势，予你失望啊！子健，妈妈知影你怨恨，啊，不过妈妈只是关心你尔，你够需要讲话才歹听。妈妈，宋美华小姐。你的记忆是不是没写好？我让警察来去关进前对你说什么？
敢有需要我再讲一次提醒你？咱规气切断关系好啊！我是和宋美华，恁两个人给我听好清楚。为今嘛开始，咱永远拢卖讲有交叉。点起！你无资格叫个这样亲。你哪会当安尼对阿妈讲话？你敢知影这段时间阿妈为着你去庙里烧香拜拜，伊脚头夫跪到了乌青热血啊，卖继续跪，就是为着祈求神明保庇你平安健康，早日出家。结果嘞，你开嘴合嘴，拢是我爷爷的话，你哪会这么无情啊？你起码对我讲这话是要创啥？伊做这个代志对我来讲一点仔意义拢无，还是你希望我起码会当水跪落来，对伊靠家目屎流目屎滴来感恩戴德？哼，罗志汉，你较大汉好无？你敢知影你叫阿妈的这个查甫人，唔但对我深而不雅，而且伊的心肝足凶的，之前已经放杀我两届啊，一届是我误会的时阵，一届是即马。你根本就是硬啊！这个明明就是你自己。好啊啦，别再讲啊。之前我唔管你安怎想，你即马会当平安出家，我是替你足欢喜的。你一定是知影哦，阿妈伫要换新，才专工哦来平医做比对的，对无？林国基先生，你是什么时阵恁阿姐你跟我讲笑话啊？我来做比对，就问一个啦。我予人画爬画台的时阵，你家姐阿妈人伫倒位？恁原来是放我自生自灭，甚至我去坐街的时阵，恁一届拢唔捌来看过我。恁对我呢见死不救，想怎我今麦要救恁？感觉你较亲嘛，还佫认为家己无唔对。我上大的唔对，就是我是借精生子生落来囡仔，所以我林子健对恁来讲，永远拢是一个活人。迄是为今麦伫个花炉上，我佫算是五等亲的范围，是一个工具人，有利用的价值。那无？你应该是连一句话拢平大跟我讲着。好啊啦，你真正是愈讲愈不是款。既然你来这，不是为着要救你阿妈，嘛不是来找大家探你，来你来创啥？他刚来找麻烦啊？无唔对，恁林家最近发生的代志，我拢一清二楚。再嘛证明一句话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林家的老阿妈会受到这么多苦，那拢是恁林家当初放杀我的报应。你真正是了嘞，你甲东俊拢赶快无有意义啦，拢嫌去用关过啊。完全都唔知爱反省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。我相信，假使讲你的阿妈若是看到你走前干安尼，伊嘛袂瘾接受你管的心啦。你若是同款拢无变，讲袂赢人就起脚动手。啊，不过袂要紧，我大人有大人，我袂计较。我是感觉这个翠佩生了就有价值，因为我看到恁一个一个为着老太太百姓的代志，安尼成功会多，我的心情就是两个字：爽快。再恁就继续烦恼，继续悲伤，因为恁愈痛苦，我就愈欢喜。再见，不对。是再也不见。
恁伫遮浪费时间忙我的管，不如赶紧去找一个真正愿意管的人。我想起来啊，恁林家即摆毋是真好呀，有只使鬼的下晡，恁阁惊找无一条活跳跳的油脂给阿妈，也是讲恁愿意付钱给我去做比对，若是介绍我会当满意，我会当考虑一下。林子健，你别跟我扯断关系。你甚至要我有所有的人拢不要紧，也不过你阿妈，伊唔捌对你唔好呢，伊是你的时段呢，你哪会当安尼目睭金金见死不救？这嘛人命关天，你还搁伫遐客气？你来这你还唔捌代志啊？好阿妈，说煞去啊！以前拢讲阿总若是搁唔赶紧换身，恐惊会有性命危险。是无当作一回事，搁伫遐拍哪凉？我看伊是下定决心要甲咱切好离啊！既然安尼，恁嘛无需要伫遮继续甲伊浪费时间，赶紧想其他办法较实在。子倩啊，我并无想要用亲情来威胁你，叫你讲一定爱去比对。不过你敢袂当看着，恁阿妈年岁已经真大。你先将你心肝内的不满甲怨愤拢藏伫个边啊嘛，你上无去甲伊看一下啊，互恁阿妈知影讲你已经出来啊，啊你过了嘛袂歹，互伊是大人会当放心，安尼哦无听到对伊个病情加减有帮助啊，啊？我过了袂歹，宋美华小姐。我有千块，我即马无钱嘛无头路，我是倒位过了袂歹。我会行到今日这地步，拢是受着恁的指引。只有靠恁家毁掉我人生的人彻底分开，我才有机会重新开始。所以我即马开始，大家上好是一刀两断，无来往。子倩，子倩啊！我到底是做什么孽啊？来回变干那六千不仁。阿妈，别个艰苦啊，咱今嘛是赶紧想办法，叫阿祖较实在。咱先倒去病房，嗯。送给人严重到要发生，你不能去收菜收，万两万，阿你你天天的妈妈会艰苦，阿苦我，我这世界的妈妈嘛会艰苦。麦克杰啊，你老给我闪开！万两万，你自首啦！阿嫂，是我。拢是我拖着伊死的走走，伊个为着要劝我回头，无顾家己的身体，病情才会愈来愈严重。老母的个规个恶化，拢是我害伊的。阿嫂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。没问题啊，蔡秘书，多谢你。你准备做啥？钟叔，我不会伤害你的意图，请你先冷静下来。你是慢条万？